发地点哦，三公里处啊的一处土地上啊，发现哦啊肇事犯嫌啊，还躺在驾驶座上面休息啊。本分局立即是以酒测哦啊，发现酒测值高达0.73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来侦办。我哪有老王兵啦？有我，我逐天嘛饮酒。嘿啊，无你家己做错啊。嘿啊，醉啊。好，走走。啊？你，哎，你。黄灯片，你家己也着，别去挂火车后边去行呢。我哪有老毛病啦？有啊，我逐天嘛饮酒。嘿啊，无你家己做错啊。嘿啊。你，哎，好，经过我们民警将他酒测指示的，好，虽然我们看到那个当事人。他遭到告发之后，那个心生不满，但是我们警方仍然能够体谅当事人的心情，好，详细的告知他相关的权益之后，要将他放行。但是在离去的时候，林敏对我们员警大声的辱骂，操警察啦，好，所以我们员警见状就立即上前了，将他制止，上铐将他带回派出所。闯红灯片，你阿爹就要把去挂火车后边去行呢。我哪有老毛病啦？我啊，我逐天嘛饮酒。我想说，怎么会是脏车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是误会。我赶快去。哎呀，那个误会。哎呀，他先跟你这样解释。哎呀，好了，对，先这样哦。无代志，要啥代志？